商王朝是中国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朝代，这一时期的文字、礼仪、青铜文明等高度发达，在辉煌灿烂的中华历史文明长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商王朝的立国之都历史上称为亳都，也就是今天的郑州，它的创立者就是商汤。商汤是我国古代史上诸多卓有成就帝王中的代表，可以称得上是帝王中的翘楚。据文献记载，商汤姓子名吕，甲骨文及金文中称其为天乙，成唐，河南商丘人。商汤生活的时代距今约有3600年。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汤执政30年中，其中17年为夏朝商国诸侯，13年为商朝国王。商汤原为夏王朝一个小的诸侯国商族部落的领袖，后来灭夏建商，成为商朝第一任帝王。商部族是生活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著名部族，该族的祖先叫做契，曾协作大禹治水有功，因此被当时的帝舜封为商帝。商族曾沿着黄河流域多次迁徙，传到成唐的时候，成唐在这里就是团结各族的群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建造起大型城堡。这座城堡就是现在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郑州商城。夏商最后一次交战是在明条，明条这个地方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在河南封丘。这是商灭夏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场战争，历史上称为明条之战。商汤面对的夏王朝则走向腐败和衰落，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商汤团结各族群众，任用大批贤士，集中力量来去推翻夏王朝。双方经过多次交战，最后在明条进行决战。明条之战则是我国军事历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对伐谋、伐交、伐兵、用坚等战略战术的全面运用，对后来的战争以及军事理论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次交战，商汤最终彻底打败夏桀。成唐在明条决战推翻夏王朝之后，率军回到亳地，就是现在的郑州商城。当时全国各地诸侯，包括远方的第一羌诸侯在内，都前来祝贺，但是各地诸侯都一致拥戴商汤为商王。通过战争实际上不是为了穷兵黩武，而是通过战争为了开创更清明的政治。明条之战后，商汤的威望达于四方，不光各地的诸侯部落领袖纷纷携带贡品到亳都朝贺，表示臣服于商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都前来朝见。商汤王朝的政治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让这个版图啊更加完整。以这个商汤中央王朝为核心的各个地方的长官能够这个在这个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下，能够把自己的板块能够一块一块治理得很好，同时对于这个周边的异地民族也就是少数民族融化在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文化当中。
经过20年的征伐战争，汤最终灭掉夏王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以来纷乱不堪的中原，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王朝。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商王朝建立了起来。从此，商朝的子孙后代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已经遍布于九州之地。商之所以能够替代夏，其中重要的就是商汤能够获得当时的社会诸多阶层的支持，应乎时势，合乎民意，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义革彖辞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你有德的话，大家就拥戴你，就成为统治者。夏王朝曾经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华夏各部落的政权，早期大禹、夏启统治时期也是深得人心。可是为何被小小的商族部落给替代？原因在哪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夏代末期吏治腐败，不得民心。到最后一个王夏桀的时候，朝政变得非常的腐败奢靡，桀不务德，因此百姓不堪，再也不能够忍受下去了。当时的人甚至咒骂说，夏桀你什么时候能死呀，我愿意跟你一块灭亡。可见当时夏桀对于国家的统治到了何等穷途末路的地步。而与此相反，商族部落虽然小，但是商汤不断壮大部族力量，努力发展生产，扩大手工业的生产规模，重视冶金业，吏治较为清明，对老百姓爱护有加。商汤去征伐夏王朝啊，所以当时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所以说使这个老百姓啊望商汤啊，商汤的大兵打来啊，如这个禾苗之望时雨呀，就像禾苗望雨一样。说商汤打来的时候啊，归市者福祉，云者不变，那么就做生意的照样做，这个在那儿务农的种庄稼的照样做，所以啊，当时啊，老百姓是非常拥护商汤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商汤灭夏是一场民心和智慧的大考验。夏桀不体恤民情，政业荒废，荒淫腐败，吏治混乱，丧失民心。相比之下，商汤则英明智慧，勤政仁慈，清廉为民，人心归顺，成为胜负的决定因素。要得天下，得民心，都要有道。这个有道其实就是仁政德治，爱护百姓。商汤做到了这一点。商朝建立之后，汲取了旧王朝失败的教训，马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的治国措施，包括休养生息，安抚民生，这个减少苛政，平复社会创伤等等，这在当时就是以德治国了。这种新的治国方式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对后世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商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少征收，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这个商汤呢，就取代了夏朝建立的统治。他吸取什么教训呢？就是吸取了夏朝官吏这个不遵守为官的准则了，贪掠了，那么制定了官刑。官刑就是治官之刑，就是治官的法律，用这个刑来警于有位，来警戒那些在官位上在上位的人。甚至呢，这个
国王无道，官吏不匡正，啊，你国王这个随意的这个暴虐了，那官吏不进行匡正的话，也要治理这个官，其刑末也要给他一个最轻的一个刑罚，末刑。官吏哪些贪污不法腐败的，横武于公，整天跳舞唱歌的，啊，腐败的，要治理了。这是官刑，这可以说中国最早的治官之法。商朝作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前后历时约600余年。尤其是前期，政治状况较好，社会也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青铜冶炼技术的高度进步，成为这一时期文明的显著标志。作为一位圣明君主，商汤知道得贤则昌，失贤则亡的道理，真正做到了敬重人才，礼贤下士，尤其是不拘一格任用贤能之人，建立了公平公开选拔官员的制度，以及治理官吏的制度，成为爱才惜才的典范。伊尹便是他破格提拔的一个功臣。伊尹复鼎税汤，巧解美味佳肴调制之法，以类比治国之道，向商汤阐释勤政爱民、仁慈厚德的执政思想。商汤不光重用身份低微的伊尹，也曾重用出身高贵的仲回。商汤选人治天下，不论贵贱，有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的品格，实为识才之大伯乐，千古之一大明君。商汤了解民心，为政顺应民意，网开三面的典故就是讲商汤仁厚慈爱、施政宽民的优秀品质的。商汤出巡的时候啊，遇见了人们在围猎。围猎的方法呢，是四面啊都是网。商汤见了就说，你们这不是就是要一网打尽吗？以后禽兽不就都没有了吗？啊，你们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子，把四面围网改为一面，那三面的网都撤掉，让这个飞禽呢，愿意飞走的就飞走，愿意在这里头被捕的就被捕。当时的臣下呢和各路诸侯啊，见商汤这样的这个态度啊，都很有感慨。他说：“商汤之德都能延及禽兽，那对我们当然就更是这样了。哎，那我们当然就一定要跟着商汤走了。”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在诸侯中很快传扬开来，诸侯们都很佩服商汤，认为他是极其仁德的人，对动物都是仁慈的。《吕氏春秋》同样记载了这个故事，并评价道：“人至四面未必得鸟，汤往其三面，至其一面，以往其40国，非徒亡鸟也。”网开三面这个词后来也有被演变成网开一面，但其含义未变。因为我占有这个道德上的制高点，你向往我，你认同我，你就向我来，你不向往我，不认同我，我不强求。《吕氏春秋·顺民篇》中记载：“昔者商汤克夏而政天下，天大旱5年不收，汤乃以身导于桑林，曰：与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于一人。吾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立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
民乃甚悦，禹乃大治。按照这个殷墟出土的帛瓷记载，商朝的宗教制度里头有一项规定，就是如果巫师祈雨不灵的话，那么就会把这个巫师架到火上去烤，或者把巫师放到太阳下去暴晒。那么当时的宗教理论认为呢，巫师是上帝的使者代言人，那么使劲的去烤他晒他，上帝就会怜悯，就会下下雨来。那么这个商汤王呢，他亲自取代了巫师去承担这个被太阳暴晒的这个职责，那么表现了他的这种这个承担精神。这篇文献记载的就是著名的商汤桑林岛屿的故事。汤身居高位而心系百姓，并说若有过错，祈请上天降罪于自己，不要因自己的罪过而连累百姓。遇到问题，主动寻找解决的方法；遇到自然灾害，不推卸责任，首先反省审视自我，向天祈罪，来拉近与百姓的情感距离。虽然有宗教迷信的一面，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积极的意义。最值得深思的是，商汤在桑林祈雨的时候，向上天发出了深刻自省的六问。据《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易传》记载，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也，使民急也，公事容也，女业盛也，包居行也，产夫昌也。”是不是施政不好啊？是不是大兴土木啊？是不是劳民伤财呀？啊，是不是沉湎酒色呀？啊，是不是吏治存在着腐败啊？是不是听信谗言啊？这样六种帝王经常会犯的错误啊。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最高的执政者，那么在这个执政的过程中，他需要不断的进行自我反思，看看自己的政策政治有什么不符合圣王之道之处，那么这样呢，他才能够随时的纠正啊。那么因此呢，后代的儒家儒者非常重视这个桑林之岛的这个六问，把它作为帝王方规，是吧？那么帝王方规在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官德，做官的人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商汤作为一个天子，桑林岛屿既是在宗教背景下的必然反应，也是他作为英明君主勇于担当的表现。人们所以津津乐道这个故事，就是希望为政者能够主动承担责任，造福民众。所以后来啊，孔子说这个政者正也啊，政者正也就是说，首先啊，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啊，他本身他的行为和他的思想都要正当正确。商汤啊，他在执政之后就反映了这样一个思想。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人是水见行，是民之治否。”意思是，人照一照水，就能看出自己的形貌；看一看民众的反应，就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的好不好。这句警言就出自商汤。当一个人把自己的脸面对水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了。当一个官员，你看到老百姓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你自己治理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如果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好，说明你治理的好；如果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不好，说明你治理的不好。那么这时就有一个选择，如果你有仁政之心的话，
你为百姓谋利益，那么你当你看到百姓生活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采取措施改善民生，啊，使百姓的状况好起来，啊，这是一个仁政啊之治。他非常注重吸取夏王朝灭亡的教训，要求臣属呢要有功于民，要爱民惠民。据《尚书·汤诰》记载，商汤率军推翻夏王朝之后，于三月到博弈东郊，告诫各路诸侯要学习有德圣贤，勤政爱民，建功立业，恪尽职守，使人民安居乐业。如果有谁干出违背道义的事，不但不能再当诸侯，还将受到惩罚，到时也不要怨恨。越绝书卷一说，汤行仁义，天下皆一心归之。他又废除夏的苛政律令，致力于生产和经济恢复，清廉薄赋，兴利除弊，办实事，改善百姓生活，恩泽万民。另外，商汤呢，还制定了这个民居之法，啊，民居之法，它是让一个司空，这个司空叫鸠丹啊，司空就是管土地呀、啊、民生啊，类似民政的这样这个这样一个官，是吧？他呢做民居之法，民居之法就是民居民之法，就是老百姓应该遵守的法律，也就是说，他注意到用法律呢来约束百姓的行为。商汤命令大臣制定法规条例来指导约束官员的行为，同时要求民众遵守法则，君臣百姓都要注重自我反省和修德，应有纯正的品德。汤诰强调德性政治，维护了人民利益，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如果光用政治来引导社会，用刑法来约束人的行为，即使人不犯错误，但是他没有荣辱之心。所以孔子认为，要导之以德，用道德去引导人，教育人民，用礼乐来约束人民。这个时候呢，老百姓不但不会去干错误的事情，而且他心里是有一个荣辱底线的。商汤的治国的理念就是以德治国，德就是关心人，关爱人，啊，给老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给国家带来安定，啊，健康的发展的环境，这就是德。商汤不仅仁慈为政，厚德治国，同时用法规约束官员的行为，注重百姓对官员作风的反应，严厉约束官员的奢华浪费，提倡简朴的生活。商朝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大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商都因此也成为商朝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之一。一代廉政英明帝王用他的仁政廉洁、执政智慧，创造了商朝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我国古代最有德行的君主之一。商汤的美名千古流传。